看一眼，直接发到家里来了，这家伙饿了，饿了，看，刚喂了。看这一个哈，这一个很奇怪，看看，看到没有，往家里飞。飞到家里去干啥？这个非要往家里跑，不让他在家里，他想在家里睡觉。门关了，还想进，在外面睡，他也不饿。哎，要得了，你要不要？哎，又叼走了。你的，在家里环境空间太狭窄了，它的毛容易弄伤，自己去找栖息的地方。又来了，这个飞机。走了。那天黑了，走吧。那往家里飞干啥嘞？还是不是？那两个走了，这个不走，是服了。又在这转悠。你想在家里去？家里去干啥嘞？现在已经到了他栖息的时间，他想在家里去睡觉。我那两个应该老待在一块，这一个应该是一只，傍晚的不走，也不吃，看到没有？家里面很容易把毛撞了，毛已经蓬起来了。想睡觉了，服了你。在我手上歇上了，准备睡觉了，栖息了。上，你就在这里好吧，给拉了个架子出来。这个架子给你栖息。今天抽风了，这家伙。我们家门口是很安全的，就鸟随便放地上都没事，因为有狗。这玩意如果它每天都回来栖息的话，就是不会走了。你不让它在这栖息，它就会慢慢走掉。剩了两个。每一只性格不一样，这东西只能说，行吧。晚点再看你还待不待这儿。那抽风了，这家伙非要站我手上。你看我走，你看他站不站得住。刚一走他就飞走。来，见鬼了。这在野外已经待了一个月了吧。